일찍야래자지各位乡亲，大家早安，大家好。好。早安，困得好无？好。但是半暝我起来哦，还有两三个在吃饭，还搁伫遐听开讲诶，够厉害，两三只还搁伫遐，啊足配合，我很配合他们哦。哦。迄个。来，今日这节课吼，我要来讲咱台湾的未来到底啥啦？讲起来吼，台湾人要安怎行吼，爱靠咱在座的各位。啊，靠在座的各位爱靠啥？讲靠感情，不是？你若靠感情的吼，就你有行错，行了错，行为啥物变独立啦？变啥？其实台湾若要独立，吼、哦，啊，要建国吼、哦，真正要行这条路吼、哦，我相信不是咱在座各位吼，会一世人啊，你看会着？你甲想看卖啊？四百年来，台湾人捌家己台湾人管过家己无？无，捌啦。啊，你讲李登辉咧？李登辉是代表。这名字中华民国管台湾人，所以含咱真正的台湾人来管理台管理台湾哦，唔捌啦，从来没有过。所以各位，咱当地写历史，你知不知啊？知。了解。我这两天最近哦，看这个电视哦。看到李登辉的演讲吼，伊以前怎样呢？头一摆吼，伊怎样呢？伊甲遐听众吐发迄破声，甲我学的呢。啊，但是甲我学吼，即个刚刚进一步就是啥？李登辉有伫看咱的网站，看咱的转播啦。你看伊即摆经验吼，伊看吼拄好啦。因为我检查转台湾吼，会甲迄个观众吐破声吼，干我呢，较袂见笑啦。啊，你讲不起啊，笑啦。所以我比讲咱台湾的地位吼，过去大家拢唔知影，但是我相信在座各位吼，啊，拢知影，以前拢知影，所以。咱有一直甲美国去接触，吼、哦、啊，有个人会感觉讲很奇怪，啊，美国到底是安怎甲咱接触？美国自从2006年十月二日咱过以后啊，因终于发现讲吼，啊，确实物啊，咱这个即本土台湾人吼，开始知影家己的地位，开始知影讲家己要来建立咱家己台湾人啊管辖。管辖下的这个台湾的这个政府，啊，这个伊要管也好，还是讲，伊个咪讲摆出来，伊会使的无？袂使，因为伫咧国的关系内底啊，我即马表面上是干呐讲三个结论，伊判决就讲本土台湾人无籍，哎，无国籍 ，status。第二讲本土台湾人无世界承认的政府。第三点讲，台湾人生活伫政治的连接，还佫有第四点，佫有第五点。第四点是啥？第四点就是讲，今日台湾确确实实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下的土地。啊，这个物件有写伫底，其实是写伫高等法院的辩论啦，辩论里面来。啊，若安尼的时阵啊，佫第五点是啥啥？伊迄判美国的这个民事这款判决哦，伊毋是讲一二三四，伊写写字内底，你大家爱去谈的。啊，美国的国会啊，有开始讲
伊去遵照师范伊所讲，第五尤其是第五第五点，就是美国的行政单位要协助咱原告所提出的要求。咱原告提出的要求是啥？较劲减缓，你美国政府者，你爱遵守旧金山和平条约，你爱替咱台湾人承认台湾人家己设立的台湾民政府啊！这款观念啊，这五六十年啊，捌，是感觉最近这五六年才有诶。因为咱的论述真正确，完全照法律，所以咱的这个民政府的支持者才会愈来愈侪。但是这个愈来愈多人吼，嘛有开始会渐渐有问题发生嘞。你台湾人足爱做官诶，诶，不是我讲诶，迄是啥物啦？迄是日本时代啊，第三任迄个总督诶，迄个民政长官啊，国都新北。伊讲咱台湾人有三个特点嘛，真好怪，爱做官，爱钱，惊死。诶，这三点我有看看哦。除了讲迄个爱做官，迄我无以外，我嘛爱呢。你有爱无？有、哦。爱光荣上位。哦，你钱你来无？要甲你拍死，你来袂惊？绝对惊。所以，今日咱的民政府所推动的，就是咱的信息。这个信息内底，咱爱搁自我的教育，咱家己。所以，咱即摆看到三日的日本的这个社会吼，迄款遵守特殊的迄款的精神啊，咱虽然甲俄罗斯，全世界拢甲俄罗斯，咱总理嘛有讲，1945年8月10日以后啊，差不多一个外月啊，台湾啊，无政府，无警察，特殊非常非常的好，犯罪率零。去当个台湾人的表现啊，真正嘛全世界有条件，但是较惊咧，你啊看即摆台湾的所谓社会，土，迄是中国文化。当然啦吼，中国文化唔是讲逐项拢歹，但是呢，中国文化对咱台湾人的影响啊太大，尤其是国民党，即个是吼贪污腐坏即个政党啊，来台湾以后啊，即从咱台湾人学到的，啊，伊用台湾人的弱点，伊用台湾人的弱点啊，啊，去进行伊的统治。所以今日我这个课呢，就是要向大家人讲，咱台湾的地位啊，是未来要向这个邦联制。当然，这个邦联制啊，你甲看我这个讲义的第三页，第三页你甲看看，哎，有提无提讲义的无？有没有讲义的？有啊啊，邦联甲这个联邦，伊的分类啊是安怎分？伊甲你若讲要真正要讲含迄个二分法，就是迄、那个甲一个要讲足清楚啊，即摆愈来愈歹讲清楚。安怎讲呢？因为这是从真复杂的经验啊，啊要来简单化，才会变做讲邦联甲联邦啊，到底啊？啊，但是即摆台湾含日本将来会行的是啥？是讲邦联，是安怎讲邦联？因为照《国际山和平条约》的第一条啊，他们讲日本天皇啊，伊所维持的是国家的体制、国体，但是日本的政府是维持是政治的体制、政治的体制，就是政体。国体和政体啊，两个啊不能混在一起。像英国，伊的国体上有女王嘛。啊！伊下骹有50亿个其他个，或是国家所联合起来叫做邦联 Commonwealth。啊，美国是啥？
州嘛，有50个州嘛，联合起来变做联邦嘛，啊，所以就是无同款的所在，伫这个所在，所以因用真简单的方法啊来讲，就是邦联甲联邦就真简单来分啦。所以大家爱知影吼，联邦的这个国家吼，邦联啊，邦联的国家啊，是一个真复杂的物件。邦联就是讲两个邦，邦就是国家嘛。两个国家就等于啥？日本、台湾，虽然台湾不是国家哦，因为除非日本的宪法内底有增加一条叫做分离条款，除非讲日本的宪法有增加分离条款啊，台湾啊才有法度离开啊。所以你看，我即摆讲的这吼，绝对是死的，绝对的，100%，是啊。哎，全全世界法律就是安尼啊，外国国法就安尼啊。伊伫1945年的4月7日，已经将台湾变作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虽然伊战败，伊战败，但是战败赶快，迄个将领未当移转主权。美国他未讲哦，这个国家我认为还不错的所在，伊讲人有遵守法律，伊讲一切拢遵守法律，所以伊若既然会当遵守法律，台湾的前途。由即摆美国来去主导之下，因为日本战败的时阵，伊个胆拢破去，日本人已经无胆。尤其是马卡萨退出这个和平宪法以后啊，将军队的权力啊拢给剥掉。我有一摆去甲美国的有关单位咧讲的时阵，讲一句话吼，啊，我也真震惊，讲吼，日本的自卫队是我们完全控制。当然啦吼，私底下谈话，公开话唔相信讲，伊讲讲日本的自卫队伊完全控制，但是美国伊讲安尼讲，所以是安那讲咱的黑熊总队啊，有要接受去日本训练啊，的原因是这个啦。伊就甲恁讲啊，我去上去日本训练，咱敢会使？伊讲，你就甲上去日本，伊来去接洽。当然啦吼，训练回来嘛是同款。虽然咱的这个也做黑熊总队哈，不是咱的武装部队哦，你要搞清楚。黑熊总队主要是一种啥？做警察这部分，治安这部分，维持治安这部分。啊，那军队那部分啥物啊？没有，美军，你也一样啊，求之不得。这有符合咱台湾人的个性。也是，啊，无你若讲哦，哦，参加民众爱去战争哦，哦，大家走敢那飞，啊，若免战争，啊，可以当来做官，也袂歹呢。袂歹是讲哦，还过一个歹呢，真好。所以呢，我讲因为这个当年是介乎于啊国家甲超国家之间的。所以这个邦联是讲日本，后摆日本这个政府跟咱这个政府啊，两个人的关系到底咩啊？迄个关系是咩啊创？咩啊创呢？恁我即马互你讲伊啊，后壁有一个日台共同联盟啊，有一个条约八条。你即马看是7条啦，后壁我有加1条，迄一条我是加讲吼，以上这条约吼，以英文的为准。因为全世界所有的条拢是写，也用英文为准。因为这中国人迄个汉字啊，要求一个字哦，刚刚几啊种解释，敢若亲像讲吼，有人骑马去伤着人，啊，若要来劝劝伊下啥？马迟伤人，迟马伤人就是啊，骑马去伤着人，安尼爱判刑。啊，若马迟伤人就是马家己走去伤着人。中国人厉害，伊的书法就是安尼啊。今日台湾的实施中华民国的书法啊，伊就是创一套的。后者讲，即摆书法训练，即个书法训练所啊，竟然讲遐健康康坐伫遐，这边的写有多，这边的写无多，你去作文，这表示啥？汉籍这个物件实在是不可靠。
因为要判你有罪，要判你无罪啊，拢记在伊讲。我个人，我伫美国的时阵吼，我嘛因为我的土地拍官司，所以我对美国的这个民间、这个民事方面啊，的这个法律啊，会知影足济。啊，我经过伊这个司法以后，我知影啥物咧？就是讲美国的迄个啊，做冤狱啊的比例啊，绝对足低。伊的妈会当虽然开庭的时间会拖真久，但是伊开庭的以外，伊会当叫书记官，叫你原告甲律师、被告甲律师五个人找一个所在，三个所在拢不要紧，互你问话，拢总做记录。迄种的方法啊，创到尾啊吼，啥物话嘛拢讲讲出来，我都方便出。啊，即摆中华民国的司法就无共款啊！中华民国的司法，含法官还是检察官啊，都搞不清楚。中华民国的司法规定，证人未当讲白菜，但是中华民国的司法规定，原告甲被告会当讲白菜。你若白菜话搞讲，讲到互迄个法官、司法官，或者检察官还是法官，甲你相信，啊就你就赢。还是你的物件口风上较济，啊你卖，伊会甲你引导啊。我相信在座吼，当然你不一定捌判过官司啦，但是你在座上无你捌听过。所以将来民政府啊，这个司法啊，彻底甲解决，啊这来拍鼓啊。这个第三段吼，班民主关键是吼，主权在班啊。主权在邦的意思讲，后摆日本甲咱台湾啊，日本这个所在，伊的主权伫日本政府，台湾这个主权伫台湾政府，啊，这叫做邦联。啊，这个邦联吼的成员啊，人民啊，没有共同的现在国籍，就是讲日本人是日本国籍，台湾人变成台湾的国籍，恁台湾人怎来？所以，咱去袂去日本，有人会误解讲吼，哎，咱是为甚物甲日本讨国籍？其实就一半尔啦。那真正要去讨国籍的吼，敢若1937年以前迄个时阵啊，有换名换到日本名遐人啊，若要摕迄个国籍啊，我甲你保证100%一定是。但是1945年的4月7日以后。因为实施宪法以后，佫许定迄个旧金山和平条约的第一条，佮限制落去吼，遐人若要摕国籍吼，还佫经过交涉，还佮官司。当然啦，佮迄个时阵哦，我相信大多数的人啊，拢甘愿要摕台湾的国籍，因为这无分嘛较好看。你不要讲日本人，讲我是日本人，很奇怪。啊、哦，但是呢，若要摕日本国籍哦，上好会当有八个人啊，就是三个参议员甲五个众议员啊，含总理啦。这九个人哦，爱有日本话，啊，你才去做做伊参议员。啊，你日本以前你的政府互我的命令，就是我会使判三个参议员，啊，五个众议员。啊，后摆咱的台湾的总理，买单就变做日本总理啊。啊，你要做日本总理，你也要讲日本话才对的。啊，你也不要讲到阿康类哦，啊，就真麻烦。所以呢，后摆咱的教育部长，啊，咱的蒋部长啊，也袂歹呢，蒋总统、蒋部长。蒋部长他说吼，讲啊足好个，啊，我相信大家拢嘛。听到真袂歹嘛吼，啊，但真可惜讲，你讲听拢袂记，袂去甲人拍手，到最后才要结束才开始拍手，甲报一下。搁继续看吼，伊这个邦联制下骹吼，啊，身体成员体啊，敢若一种个类型诶，就是独立的国家。哎，台湾人真爱，台湾人看这个，我要独立独立，伫这个邦联的底下。台湾甲日本哦，是分别是无同款的独立国家，就是咱会当自主，这叫做自治啦。我相信呢，
咱即马提出来，即个是照联合国一九五五年去当初的决议，甲旧金山和平条约，伊的建议内底，希望咱台湾安尼做。所以咱在座吼，拢是先知先觉。搁较看落去，伫联邦制，这是另外一种啊，不是邦联啊。联邦制的底下呢，成年级，成员体啊，有几啊种的形式，敢那是邦，啊甲加盟的共和国、州、县、特区级，啊这是叫做联邦，跟美国同款。美国呢，59是联合所有的所谓州啊，啊变做联邦，变做一个国家。这款的经营和咱甲日本的经营不太一样，迄是日本的国家，台湾的国家，表面上是国家，但是实际上不是国家，是一个自治区。安尼来会当来变作这个叫做邦联。所以呢，伫这个法律上啊，啊，这个单位袂当予中央的政权消灭，啊是轻易改变，这是联邦啊。但是邦联呢？是由独立的国家所组成的松散的国家联盟，这独立国家是表示日本，日本这个国家伊所组织的这个松散的国家联盟，因为咱是准国家，不是正式的国家，准国家。啊，类似于同盟国，邦联本身啊没有具备啊构成一个国家所必须的全部要素，不具有完整的国际法国家主体的资格。这就是因为日本呢，虽然天皇有咱的追还，但日本政府未当管咱，啊，这就是整个国家的迄个组织的迄个国际化所规定的迄款的性格。所以，台湾将来伫美国的安排之下，会走上这条路。我跟你讲哦，中国嘛，你小心，中国哪小心？伊讲，你莫甲日本。邦联啊，跟我邦联啊，好，你中国要跟台湾邦联，你要一个范例啊。咱来甲问讲，好啊，要邦联，我军部队直接要甲你邦联，我这个土地，甲你中国的土地是完全无法律关系的，没有法律关系，如何变成邦联？所以，那你孝顺讲什么要甲，你若孝顺讲要统一是正确的。但是呢，这个统一不是跟中国统一啦，是跟日本统一。所以我相信哦，咱在座各位哦，愈来愈清楚，后摆你跟人要讲台湾的问题啊，你愈来愈会晓讲。我讲的这种想法你哦，咱无骄傲，也是讲啊，做啊个建国，这个建要将这个代志哦，照咱的感情没有，咱不是照感情，咱是照法律啦。所以呢，你甲看哈，我要讲的就是，这个邦联的下骹哈，独立国家是即摆过去哈，你话讲要变成独立国家，哦，台湾要独立啦，吓，迄就即摆先收起来，就是、中央的政府啊，掌控行政、人事、财政大权，地方政府敢是中央政府的延伸，邦联就无同款了。咱现在是台湾，后摆即个台湾啊，有即个州。所以我一直讲过几摆，州政府内底州长啊，权限是真大。但是咧，州和这个中央关系是到底怎样？但是只有一点真特别，你也特别注意。咱现在是了解是，咱的民政的监管是啥 ？USNG 军政府。所以军政府下骹是啥？军事管理、军事统治。所以中央会当对地方讲话。所以有当时啊，地方的决定，中央会当甲推翻；但是地方未当推翻中央的决定，因为中央是代表 USNG。所以有一天，当这个 USNG 撤开的时阵啊，还是离开的时阵啊，这个民政府，台湾民政府就马上变成台湾政府。而且台湾政府以后甲日本中间就变成邦联。其实美国这款设计是正确的，你啊看美国这款你行什么路？过去全世界所有的国家拢去抢资源呢，抢什么资源？大家知影，即摆上界大的资源就是石油嘛。拄啊开始去抢石油的时阵，阿拉伯遐个国家哦，
是是啥物啥？美国为着石油啊，甘愿伫遐发动战争。伊拉克去拍科威特的时阵啊，伊甲讲科威特是伊拉克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海上就在拍。美国讲等下，国际法无安尼写，所以美国要处理这代志，拢用国际法。所以美国，你既然你用国际法，你什么所在拢用国际法，歹势吼，你对台湾嘛用国际法。所以这个，所以是安怎，咱即摆掌握美国的动态，掌握美国的政策，原因是我们懂得国际法，我们懂得战争法。所以咱这样翻译啦，啊，这翻译吼。我有跟你想讲，哎，干那我一个知嘛袂知，所以呢，咱在内阁吼有咧开会吼，可能下学期还是下个年度吼，会变去南部的大学某一间大学吼，要开课开鉴定班。我你看嘛，那开鉴定开了个点吼，我等保证爆满，三军嘛要叫我去开咧。看迄个电话，我是足爱笑的，我哎。你有没有搞错？啊，你无探听林志升是反中华民国诶！但是呢，你来一听就台湾囡仔嘛，所以我才讲安尼啦。你卖叫我去上课啦，你去买我的册，真贵多呢。我即阵阵我是叫伊先去买迄个台美关系关键报告，迄本红诶，吼，啊，甲迄本迄个。欸、美国军事占领下的台湾，你能够较简单啊，但是国际法、鉴定法非常难。鉴定法，什么叫鉴定法？你知吼？在座你别当唔知啊，你是高级班的。鉴定法一下，五个东西吼：海牙第十公约、日内瓦公约、红十字会，迄、那个全世界迄个总章程有关鉴定的部分，美国的。陆军总署的野战手册三千几档，啊，搁个美国最欢喜有关战争的判例，这五项，我讲这五项要读煞吼，哼，大概一两个学期过。所以这个战争中，咱就爱用这个战争法，甲美国救赎，甲美国计较。你既然也要讲对一个国家，若无按照战迄个迄个国际法吼，你就去甲拍。啊，我即摆台湾，你已经甲占领啊。咱既然会占领，我看全世界敢若台湾才欢喜尔咧，红占领足欢喜咧。因为毋是中国占领，若中国占领吼，咱就害啊啦，我无变。无像我真个是你甲是甲你讲个名字，我就骗骗啊。啊！即摆美国无中华民国，唔敢甲啊骗骗，煞是美国佫甲咱保护袂歹啊！我毋是伫鼓吹美国诶，但是呢，美国确确实实非常注意咱即个民进的即个活动，因为照咱即边告美国的迄个判例啊，诶第五点就是讲，你美国。行政单位要协助民政府在关个所希望要做，所以才有迄个七月七日，咱伫 DC 啊，2010年七月七日伫 DC 啊办迄、那个诶，迄、欸那个迄、那个圣诞办公室，九月七八伫 DC 啊办一个酒会。像这物件，我希望恁有时间就去看咱个。网站，那是官网，官方的网站，官方的网站，我阁讲一摆，你记起来 ，USNG， 就是美国君主政府 ，TCD 联合会，小写 ，USNG TCD， 拢中小写 ，TCD 就是台湾民政府点 ，ning.com，ning.com， 安尼你去看，即吼，那这个网站我是。要求咱在座各位哦，上无你一天爱甲看一摆。啊，你以前我一天看，你每一摆看，你无都拢总看完。咱遐有分真济
有一个专栏，这个专栏我已经拜托迄个管理网站的来安怎咧？我从迄个北海，迄个四个岛啊，吼、哦、啊南海，尖阁群岛，尖阁群岛是啥？就是钓鱼台，尖阁群岛，啊、哦，旧金山和平条约三个公报，一个中国，拢开辟专栏，每一个专栏内底，咱拢有文章。我是写几啊年啊，我也不相信讲你一天我都甲读了，我也不相信，因为真多吼，遐物件吼，可能你是读一摆、两摆、三摆，但是你若读完，拢通你的，谁都躲不掉。啊，你若无去遐读，你出去外口，你要甲人讲台湾话，你不一定讲会赢。你若有去读，你甲外口要讲台湾话，我甲你保证。100%怕你跑一百啊！翻台湾半个人生，到今日未当存活呀！啊，咱我是歹势讲吼，这是台湾唯一啦，就一条生路啦。但是我今日要甲你讲，因为咱是高级班，我就正式甲你讲，这条路是咱台湾唯一的生路。所以，我希望讲吼，咱国手吼，因为在座拢是听长级的，这批未来迄个邦联制的省迄、那个省市吼，含迄个后壁这部分吼，中央甲地方吼，这批文章拜托你加看，安尼你才会知影讲吼，到底咱这个邦联甲咱台湾甲日本的关系。到底是咩啦？所以有的人外口唔知影，无读册人啊，伊讲哦，哦，啊你民进路哦，拢要要求要变做日本人，我看到鬼，我哩当时要要求变做日本人，我们不是要求变成日本人。所以我有一篇文章，就是讲咱台湾民进路从头到尾四个步骤，我相信有真侪人有看。第一个步骤是前进美国，就是控告美国。控告美国以后，从美国，你敢出来？你敢占领？哎，你占领，你也有责任的。啊，你占领跩点点，啊，跩北互中国啊，美国你敢糟蹋？你敢侮辱？你敢害？你美国出来讲话啊？啊，美国人即摆坦白讲又出来啊！哦，伊的判决就是又出来。啊，即摆出来，因为美国迄个判决，行政单位爱去遵守呢。虽然现在没在遵守的，只有一个人，什么人？国务院，国务院，国务院没在遵守是什么？我跟你说，国务院里面派给我们台湾的 AIT， 这个 AIT 现主席这个主人，是拿美国的公务人员分子五级来说， AIT 是最贵一级的，一级的大部分没有很多尝试的，他只能配，可以速配跟中华民国去讲话而已。啊，这句话，他甲甲国民党同款狂狂的，啊，不是已经到中华民国了啦？所以这毋知美国的国务院啊发表讲，中华民国的官员办公室，你袂得搞入去，对袂？你 A I T 遐人还佫你讲啥？有一天啊，那有一天啊，真紧。AIT 遐官员啊，有一天会向向告诉他讲哦，因过去拢做错了。但是讲你讲做错来讲，因过去只是五六十单内底，因遐 AIT 遐人讲的话，敢会听？可能台湾人拢误解，误解讲哦，确确实实中华民国是主权的，其实没有的。啊，这三不五时啊，美国就出来讲哦，我们并没有把台湾。主权交给中华民国，我们并没有把台湾的土地交给中华民国。为什么？因为美国嘛无权将台湾这块土地交给中华民国，这样你也未当移转主权。所以你那点点是他讲来的，暂时不得移转主权。哪家遐所谓遐，不管是国民党也好，民进党也好，还遐其他党派，你跟你讲的时阵啊，啊你呐听了未解，你讲暂时不得移转主权，你跟他讲这句话，你就赢。这句话真深，也真简单。
但是你安怎使用，你袂定知。这样也袂知伊安怎，啊，若我甲你讲几波，啊，现在都好好啊，莫改变，你给我讲一句话，流亡政府不可以就地和亡。啊，就读嘞！流亡政府不可以就地合法，所以啊，未使选举啊。即边的选举投票率降低，了呐，本来变得他，即摆七十八，我见啊，反正都干啊，美国有干多咯，讲这里面讲咯。人讲恁的讲话是讲咱大家人的公路啦，哎，我就比较印度。好啦，就比较印度多啊咯。咱这边吼，若真正讲影响吼，咱影响他六趴，啊，若六趴甲算起来吼，差不多我有700万。所以你唔通看讲吼，台湾人戆戆嘞，台湾人真巧，伊真侪人知影，伊真侪人知影讲吼，咱伫讲啥。但是遐个人今日奈无徛出来，伊唔敢徛出来，伊伫观望。所以美国唔才甲恁讲，你民政府伫甲做入去，就敢若垃圾点起来，即、這个光线一日出现。黑暗自然消滅。這句話，啊，這黑暗走去，不知道還回來。我估計是沒啦。所以，我今天要說就是說，台灣後來的前途是這個邦聯，啊，這個邦聯要跟日本，所以咱二月、三月，日本有20-30个学者、国会议员，也是迄个企业议员，要来和咱做伙共同来研究。当然，即伊来研究的时阵啊，咱会因为伊过去唔知影啥代志，是最近啊，看到咱的论述，看到150个人去靖国神社。去日本皇宫，啊，日本的皇帝，搁温存咱摕迄个台湾民政府去去啊入去，这破天荒的。其实日本的政府现准时是左派较大个，左倾的，伊若惊，伊惊中国。遐嘴下面的就是讲中国甲伊拍败，其实讲中国甲拍败，中国去予日本拍到走到四川，两要翘起安尼。啊，是好佳哉，美国去两粒啦，原子弹啊，你莫学白痴啦。伫长崎广岛，去两粒原子名，迄原子弹，当天当时死伤40万人。日本吼、哦、真正有惊着呢，哦害啦，啊若搁牵累较济吼，啊全部日本拢无。啊！伊毋是也毋知影，日本干那迄两粒尔，啊！不，美国干那迄两粒尔，无过来啊！啊！伊个迄人毋知影，啊！伊但是其实日本嘛有发明啥潜水艇，潜水艇会当载3架飞机呢。因为飞机若要为日本去当船啦吼，迄个就要飞走去甲美国的本土啊，太远了。迄只潜水艇哦。真正是到今日为止的技术啊，拢无啦，也阁无法度啦。所以无怪，迄三只放伫迄个潜水艇内底，到迄个美国的海岸拍飞哦，迄三只若飞出，即个轰炸美国哦，哇啦，安尼真趣味咧。但是迄个两只潜水艇啊，落尾啊，导航以后啊。苏联嘛知影，苏联嘛要甲掠，要甲扣起来，歹势。美国拢甲翕相了，所有物件拢知影伊啊，甲炸掉，伊歪互苏联听。所以你啊看吼，伫迄当阵战争的时阵啊，日本的武力是全世界，头前做全世界一流的，
是不是比德国较了较好？是真正是分。敢那我来讲，我敢那听着美国你敢讲，迄、那个协和号的飞机的迄个引擎啊，伊会当甲改装啊，变做无声音嘛？我这个非常厉害。日本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失败，国际上和平较限制，所以伊做的航空母舰较细只。细只无要紧，航空母舰主要是要创啥？要载啥？要载飞机啊，载战斗机啊。但战斗机要起飞，还有一个距离，所以一定爱用航空母舰。所以伊即马用迄个 F-35，直接飞起来，他就走。日本前四十只，每一只航空母舰放20只，中国搁咧臭味。讲伊有航空母舰，我想我爱甲伊处长啦，啊，但是实在实在是吼，迄只航空母舰我甲各位讲，甲2018年吼，伊若我都开始用吼，啊，盘较大嘞，头都会做伊阿济啦。拍十年啊，是啊，我都伊阿济啦。我甲你讲啦。你吃不是航空母舰啦，我无甲你骗啦，迄是甲是海上旅馆啦，天气平啊好好啦，那个飞机坐咧，都无根本都你动飞机的迄个弹绳都无法度坐，你也想看卖看有可能无？所以讲中国，我甲你讲，我等下要甲你讲中国的武力到底啥物款的情，你甲你写啊，迄个上好写。你讲，这是上好，足简单。把这个中国吐槽，解放军的那个空军一下，叫做待续。伊讲吼，有一摆吼，伫中国开会啦，60几个人啊。伊讲吼，所有的中国人，所有的学者拢讲吼，哦，中国的 GDP 啊 ，GDP 啥物物件，知不知？哎，真哎，成长率对，已经是全世界第三名的啦。有可能超过日本啊，变做世界第一啊！伊讲咱搁再忍耐十冬吼，会当拼过美国了。我跟你讲吼，这个 GDP 吼第三名、第二名，都第一名就好嘛，人无无要紧啊。我讲一个事实给你听，哎，这不是我讲的，因中国解放军的上校跟你讲的。我看这个上校即马北京已经有来处理。我来讲吼，你讲啦，你1842的时阵呐，清朝的 GDP 啊，你当然是英国的6倍啊。后面哦，中国这大，50几个人口啊，臭屌啊，6倍啊吼。啊，英国是什么国家？伊是日不落帝国，啊，伊的 GDP 啊，占全世界5%啦，就是讲这个也做英国啊。啊，清朝是英国的6倍呢，等于占30%呢。所以，迄当阵的 GDP 啊，占这个中国占全世界的33%啦。啊，英国啊，才伊的1/6啦。你讲吼，中国的 GDP 啊，比英国这尼啊济啊，中国才去吼欧洲啊分解，就这样鸦片战争那边。鸦片战争的时候，中国去英国吼，甲流去几啊地啊？啊，伊的 GDP 啦，英国的5倍啦，哎，6倍啦。啊，有够大无？中国的 GDP 有够多哦，33%，算全世界33%的。啊，去哦，5%的，哎，迄个5%的人啊呐，分解。你讲的啊，所以讲吼。咱中国的 GDP 比英国欠尔济啊，但是呢，咱仍然被欧洲啊打败，而且败得很惨。迄当阵清朝的军队有偌济人？100几万人。啊，1840年的时阵啊，中国的虎门呐、啊，英国的远征军呐、啊，敢若4000个啦。啊，那咱中国吼、哦、有100万人吼、哦。含人的4000人啊，建军以后啊呐，
一百万的输啊！啊，人是签《南京条约》。啊，你所以 GDP 最有效哦，无效啊！啊，迄、那个玩具的航空母舰有效无？敢那惊，予台湾人惊有效啦！啊，你也看哦，伊讲哦，到1894年，日本吼、哦，伫咱中国的土地吼、哦。甲苏联啊，啊，甲这个德国啊，伫中国的东北啊，互相争夺50天啊。啊，50天以后啊，迄当阵呢，中国的 GDP 啊，是日本的九倍啦。你比中国比日本啊，遮尔啊济啦，啊，反而啊，日本叫哎，即、中国叫中哎清朝啊，哎清朝叫日本打败。含台湾都拍起，你看一下，永久割让，解放军甲你讲永久割让，伊甲你讲，唔是咱讲的，但是咱这台湾人哦足奇怪，因为受中华民国的教育啊，讲日本窃占台湾呐，啊嘛，诶，开罗宣言已经行伊啊啦，我咧位头到尾甲看，都无迄个行咧。啊、所以吼、哦，啊，就来讲日本无条件投降，啊，无条件投降，占领不了伊的主权。你赢是变啊，你也袂当拿伊专主管啊，这国际法规定。所以你甲看哈、哦，今日这全世界美国的 GDP 啊，现主是美国的 GDP 啊，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啦。人安尼，美国伊讲吼，伊是全世界上界大的国家，所以你甲看哈、哦。原因就是爱看这个 GDP 的构成到底是啥物物件构成的。即摆这个分析哦，互你知影以后，后摆你就袂惊中国。啊，伊家己讲的，用伊家己讲的文章来讲上准嘛，对不对？莫讲我直接讲到你，radio 你拢乌白臭蛋，像中国人家己讲，佮上校呢，伊讲啊，你听好啊，伊讲美国的 GDP 啊，的构成是啥物名的物件？太空产业、航空产业、船舶制造，人家的航空母舰是拢人美国家己做的，啊，民航机啊，拢是伊家己做的，军机嘛是美国家己做的，电脑产品、生物科技、现代农业，像全世界第一个军事优势啊，就是由这物件来撑的啊，啊，中国的 GDP 是啥？卖讲是讲日，讲日本啊！伊讲日本啊，日本的 GDP 是啥物构成？伊有汽车工业、电子工业，拢是遮个。所以，因这工业奠定了日本是全世界第二强国的地位了。俄罗斯的 GDP 啊，嘛是伫机械制造、航空业、航空工业、核工业。所以，尽管啊，俄罗斯的 GDP 啊，敢若伊中国的一半。但是显然啊，全世界嘛是俄罗斯啊，它动作世界的强国和大国啊，所以伊讲啊，啊咱来看麦啊，清朝甲中国是啥物？伊讲清朝迄当阵 GDP 啊是啥物物件？是茶叶、蚕丝、瓷器。中国的 GDP， 清朝 GDP 是这三样啊。安尼伊占三分之一呢，全世界上多呢。安尼伊用伊的军机啊，来含人的军舰、大炮来相比啊，绝对中国较侪 GDP 都无效嘛，输嘛。啊，伊讲吼，现主席啊，现主席呢，诶，这个中国现主席的中国是用什么东西来构成？房地产加纺织品，抢得好呢。都跟足好诶，这可以拍手，伊下面就拍拍手。哦，我若看到伊一段哦，我嘛恍然大悟呢。咱是话 GDP， 安尼 GDP 较侪敢有效？有效无？无效嘛。啊，讲外债，我讲互你听外债。即摆毋是中国欠，唔是美国欠中国足侪钱，对不对？对。啊，美国副总统。去中国访问的时阵啊，应该讲啊，他问副总统啊，你们会不会还啊？我们放在你美国安不安全啊？
扑通通通响，很安全，在我的肚子里面呢、啊、非常安全，我会好好保护它。你听我，我跟你讲啊，欠你的钱哦，你已经无欠啦，所以中国人定你家做戆人啦，你做伊的奴隶啦。十八都知晓，中国才顶有位置哦，迄、那个负债都要增加呢，而且负债拢去啊买美国的公债，啊，这个危机解密讲吼，原来遐负债比美国的公债哦有回扣嘞，夭寿哦，这市中国啊，甲咱台湾无了拢差不多嘞，含比伊的公债都有回扣嘞。不怪呢，一方面骂，啊，一方面下口直骂，直骂，愈欠愈多，美国不要紧。敢若咱的总理甲咱讲，啊，美国哪有欠？欠你偌济？三亿哦，好，我明来欠六亿。我甲你讲，这个钱袂还啊啦。我若甲看看吼，美国这么欠哦，他不会还的啦。你卖做戆啊啦！啊，但是卖戆。伊有法度无？诶，中国嘛翘翘呢，用我家欧债，我去买欧债，啊，欧债倒咧。伊吼想想诶，听讲最近阁改得难，因为欧债呢根本就靠不住了。啊，所以呢，我若照因这样甲分析起吼，台湾的股票吼，我毋是伫吐槽啊，这是我要的。我已经做到我真讲，伊有甲无真㖏。啊，无真㖏，安尼你讲咩啊？避伊个风险，买黄金啊。啊，买黄金，你还能买遐黄金分存折呢？黄金存折是赚呢。加开一寡钱吼，甲换做实物啊，看看恁兜个保险收较好啦。啊，不过呢，那咱民进会接管哦，啊，不买不买拢同款，得过关啦。所以，伊嘛甲你写，伊嘛甲伊写一个讲吼，啊，美国呢欠咱中国吼8000亿，迄当阵伊讲这篇文章是差不多是一年多以前啦，讲迄当8000亿尔，而且上校哦，伊甲你讲的哦。好、哦，我看到这篇哦，啊，这篇我看这篇文章上好个啦 ，CIA 好个 ，CIA 讲你睇你看麦啊，恁这台湾人去惊中国是要惊啥？因为我有问嘛，我哎，啊你美国甲中国到底关联是安怎？我昨有讲，哎，昨下课我有讲，美国讲吼，我未赞成中国消灭啦，中国若消灭去，互日本摕去吼，啊不得了，啊日本人足巧个啊，日本人训练阁足巧个啊。啊！日本人要进全世界所有的人，会当拍甲美国，会当拍着美国的人，干那一个国家呢，叫做日本。所以讲，我千万都唔通将中国交予日本，啊嘛得未使交予苏联，咱苏联就倒去啊。我讲你中国交予我台湾，敢好？当然唔好啊！十几亿人，你去甲饲哦？拜拜，好嘅。咱不是牛，也不是马，我不爱饲。个人要吃个人，好心虽然怕。咱那就去饲，你要饲要做啥？莫有迄种野心啦，咱家己过好，囡仔生真济，大做啊真好个事，对不对？我有讲过嘛，民进后摆要安那？澳洲。东欧的，迄个，你拢无机会，你莫讲迄啦。迄个后生后代才会使，那个品性甲改良，头脑甲改良，我阵嘛足欢喜吼。原住民也很高兴。所以呢，后摆咱来推荐讲，你若带起来，阵原住民系统啊，有一趴就算原住民啦，还好冇？好，好，好，好。哎，夏威就安尼呢，夏威呢有一趴原住民呢。系统啊，一间厝吼，伫迄个欧胡岛的后壁迄边啊，迄个北面遐迄边啊，一年才1元尔。所以你啊看，因迄欧胡岛遐个原住民吼，
无人去做工课，逐天拢足快乐去弹着吉他啦，啊，伫迄个海边啊，你骗日本查某囡仔，拢过番入去啊，趣味。咱虽然讲安尼吼钱侪了吼，安尼跩到变个拢跩变大是蛮好嘞，对不对？我吼咱平常嘛爱设计讲吼，所有诶人会当做一寡工课安尼讲好嘞吼。啊，我你来看，看中国伊讲诶迄个欠美国欠伊八千亿诶代志，安怎讲？伊家己讲诶，毋是我讲诶吼。伊讲吼，美国人吼欠咱中国八千亿诶国债啊，啊，咱中国有受贿讲吼，美国诶。会行啦，那边，另外在咱遐讲，会行那边，伊讲问下啦吼。咱的迄个官员吼，含美国的领导人，这领导人就是迄个啊，做副总统。伊讲啦吼，哦，你要保卫我们的资产安全，就是中国甲美国讲，你要保卫我们的资产安全。啊，这个美国人来讲啊，用你放心，你这块肉啊，这块吧，你外巴肚内底就安全。巴肚内底吧，你敢坐着？很安全。我感觉吼，你是做不了。我感觉吼，美国人嘛很幽默，咱荷兰嘛真幽默嘞。这个人真正是美式幽默啦。安全以外，巴肚内底吧，很安全。伊讲吼，伊啥物时阵要摕倒来吼？哦，伊问讲啥物时阵要摕倒来吼？伊甲讲吼，伊甲伊讲啊，可能拿不回来，因为我有以下的理由了。伊讲去年九月，因为这个问题是去年，啊，这是去年九月，奥巴马宣布对这个中国的轮胎啊实施为期3年的惩罚性的关税以后啊，全世界55个国家。当时啊，对中国宣布啊反倾销起诉，意思啥？美国是大国啊，美国要做这个时，一定会其他国家拢对伊啊。伊一个国家甲你惩罚，全世界拢甲你惩罚。你敢有看？你敢有看见？无啊。啊，所以你敢甲讨钱嘛？啊，你若讨钱，我甲你惩罚，我甲你禁运。美国讲宣布中国的物件禁运半年，安那半年就好了。我睇啊，中国的所有工人都甲顶住顶住。因为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95%的老百姓拢真傻，买不起。啊，加迄5%你买是要创啥？没有用的。你遐看，即中国人即摆来台湾去观光的话，你遐看伊的品质，你就知影。哎、欸，来遮观光的算真有钱的呢，啊，遮真有钱的品质都安尼啊！你无看，还有一张相片，伫咧观光区，三个查甫的，一个招聘讲来就地正华呢，看着都酸呢。那些啊，搁有翕相起来，好笑哦！卖讲因啦，我看咱在座各位咱遮人绝对无可能啊，无变做你绝对袂放的啦。报纸有网络拢有呢，啊，但是咱即款报纸拢不爱订呢，啊，网络拢有呢。前天呐，啊，大陆前天呐，大陆扣税了，扣了，他是靠什么？中国。我讲中国啦，你讲大陆吼，你即款上课说爱罚1000。我正式宣布，以后若讲无讲中国，讲另外迄两字哦，罚1000，啊，我罚1万来。啊，我即摆后要准备一个东方啊，你若讲迄两字哦，来1000。笑笑的，咱大家来食饭，安尼好不好？你讲的，我听过，讲过了。所以伊讲哦，一个美国人伊讲啦，世界的所有国家啊，拢是拉帮结派。利用世界贸易的组织的规则啊，对中国发起啊暴徒般的反击。所以，即摆美国佫创一步呢，叫做 TPP， 就是太平洋联合起来，差不多全世界31个生产量的国家吼，就是太平洋泛太平洋这个所在的国家吼，啊，我来邀请中国，伊敢若甲中国讲吼，你要加入也可以，你要申请。
我看中国吼，唔知咩啊，所以贸易以美国家包围，啊，这个军事等下我来讲，军事嘛是同款咯，所以吼，我来愈看吼，其实中国人吼愈可怜。啊，个人机关，咱台湾人吼唔知影，啊，佮酷酷去惊，去惊啥？所以，迄、那个上校伊甲你讲啊，中国有法度摆脱下一次的战争吗？哦，这大家爱听，有法度啊无？伊甲你分析讲，伊讲吼，即摆中国面对的面临的情况啊，除了内忧外患啊，伊内忧是啥？西藏、新疆。新疆哦，迄明明奇怪，新疆的人哦，你甲看迄个面孔啊，啊，就甲荷兰人同款啦，反正，啊，建起来甲讲伊是中国人。你看，若一个阿多啊，摕伊中华民国 passport 摕，你会甲笑啊？所以你甲笑的啊，敢若一个美国摕迄个 passport， 摕美国的迄、那个日本的 passport， 你会讲很奇怪。最怪的，你日本你读济啊？我讲啊，恁遮爱日本，啊，你们为什么不申请迄个日本护照？第一，申请未过，日本歹法。啊，歹法嘞，外国人他讲哦，我阿舅，你咪想看卖啊？一个阿东啊，提出来讲日本护照，你咪相信吗？对不对？同款啊，同款的情形。所以呢，你讲哦，你这上校不错，他有眼光啊。他说，我们有没有办法摆脱下一场战争的劫难？伊家己分析，你听好啊。美国是一个军事。军工综合体的国家，美国有三分之一的企业是做军事产品的生产，专美国有三分之一的企业是做有关军事方面的产品的。我问你，你讲吼，啊无烧船，啊生产者是要创啥？一定会减。问题是伊有咩去找？美国要找这条道理。所以美国到处在烧台，所以今日你讲中国今日用的足侪物件，其实都是美国的军工产品。你家己想想，我上无办法各位讲，伊讲吼，咱用的手机啊，是美国伫朝鲜战争啊的时阵啊，所以用的一种啊战场的通讯系统。朝鲜战争是当时。1950年对不对？现在1953年，到即摆已经偌久啊？60几天啊！迄当阵，人美国伫战场就用手机啊。美国真真要求，所有好的物件拢伫咱身边。人家伊感觉讲会当甲卖出来时，伊卖予咱，搁赚一摆。啊，所以，伊的意思是讲。美国的军队所用的物件，拢是上界先进的物件。所以，迄天迄个陈什么德，陈炳德，中国的四个迄个部的迄个军队的四个部的一个主管，伊去参观。那时阵，伊家己讲，看法讲，我们中国跟美国相差20年，边啊，伊的阻力讲啊50年，跟他也渐渐的，没那么简单。我就想想啊，我想讲奇怪，咱台湾人到底惊中国，要惊会大个咩？渐渐吼，一点拢跟着财富在走了，这是全世界世界的经济规律啦。这人有读册呢，我无骗你哦。这上下真有读书啊！你想哦，你讲哦，战争哦，刚刚亲像讲肉食就是食肉的动物啊，对这个食草的动物啊，伫移动。哦，用这个形容，美国是食肉的，啊，中国是食菜的。所以哦，你讲看一下，讲20世纪的三次的灾祸啊，会大转移。第一摆是欧洲啊，被中国抢了了。财富以后啊，欧洲好起来，鸦片战争，抢抢的欧洲好起来。第二摆呢，
第二摆是含即个日本啊，甲午战争以后签的《马关条约》，日本好起来。所以呢，欧洲啊，伫即个五十世上一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啊，欧洲变作世界的财富中心啊。在这个所在连续爆发两次的世界大战，第二次财富转移的时候呢，大概在1970的年代，中东的石油啊变成西方的命脉，毕业的时候呢，中东啊连续20年啊发生500的大战争，啊然后中东就招来的中亚，够了，起码招来的。南海啊，这个所在九州啊，是阿拉伯的两倍，所以我讲高雄州好也是，那是1939年的时阵啊，高雄州有宣告呢，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变名为。新南群岛，啊，但是旧金山和平遐无处理西沙，没有处理新南群岛，处理的西沙跟南沙，啊，所以咱民众甲说，哇，迄无尊重，迄叫做新南群岛，你讲的唔是咱的土地，迄闽南人土地我唔知，你听有意思无？听有无？迄就爱我读法律来甲伊处理。所以哦，我甲看看哦，阿公胖点的土地哦，咱做事咱爱去做做。来叫声声好不好？好。成功大破案，你过来哦，五百分哦。我讲哦，真正台湾阿伯足好呀，足好呀，好呀，甲你惊死，我无病。好野干吼，台湾来讲，我想我这坐钱是要做啥？真的呢，我若愈想着安尼，我暗时就袂困。所以爱话较久的，各位在座啊，爱话较久的好不好？不管你做大官、做细官吼、小官吼，拢同款啦。你钱吼坐到唔知要做啥，一年出去国外佚佗一摆、两摆。哦，好的要命，全部拢免钱。他说那个蒋教授讲哦，12年义务教育，歹势，你可能无听到。那个义务教育才几年？大学。大学。钱遮济，无要互囡仔读册，你弄啥？啊，你若你在手机放出来哦，继续，你若我多读就互你读。啊，你要留学，我来互你去读。哦，想到这块美景哦，真欢喜嘞。啊，就是做袂到哦，我甲你保证，绝对做袂到。咱咧只讲是南海，咱若听出来，你卖差，越南卖差，菲律宾卖差，中国卖差，这块土地是我台湾，诶，台湾的，是这个高雄州的。越南差。啊？越南差。哦，袂差。越南差。咱甲美国讲啊，诶，美国你做我后边。我来接两块分。跳嘞，他跳嘞，他跳嘞！你卖不干，你卖是讲哦，我去南海，哦，你会照样，我卖中包，卖哪卖中包的？爱好分头一个啦。哎，伊即马出兵来替你做战利品一下。咱即马跳一边的爱叫啥？美国人来跳一边的，咱的门口爱叫美国人来。所以，遐尔遐侪爱表演。像不准，一样会用，所以，那边开饭，起码全世界啊，所有人开饭哦，咱民进党马上发布讲不行，我来个，日本方面，黄昏啊，来我这边，我来写，可以袂当去开饭，啊，那边开饭会使，爱跟我民进党签约，咱来分。咱限钱嘛免出，咱80%-90%，恁分十就好。啊，美国来，
美国来，我来给你赚；日本来，给你赚。咱变赚，咱赚六十万，卖啊，好心啦！六十就开别墅，哎，伊拢无出着钱呢。啊，大家咧水多水，安尼敢若钱啊，一日来就一日来。下面迄迄钞票吼，大概伊不是我来讲。所以吼、哦，所以咱的教育会当免钱来赚，会当赚拢钱拢去赚的，吼、哦。但是我讲哦，有钱也爱防止犯罪哦。我讲一摆哦，贪污死刑哦，啊那犯罪变刑哦。你哪有当我不是错的哦？你哪有当的时间？别讲我违反人权哦。法律会见，那是那个法务部的代志。我跟你讲啊，这是趣味。哦，我若看到这个吼，我就讲吼，哎，美国人真巧，你看吼，讲的吼，都美国人很聪明。你叫做一个人吼，叫做门蒂斯啦，这是门蒂斯，一下汉文我唔知英文名的门蒂斯啦，伊发明一个啊，中美两国的鸡兔观念。啊，真足侪中国人听的吼，真欢喜啊，因为伊感觉讲吼，哦，美国人终于把中国当成一样的哥们，鸡兔啦，两个国家嘛，鸡兔，这两个鸡兔啊，啊，就是讲至少承认了中国的实力啦。你讲恁这中国人的嘴面，伊敢讲啊？恁这嘴面，拢一直感觉讲中国是利益的，迄、那个收获，迄个利益的迄个一方啦、啊，啊，足侪人拢足感动的、啊，但是听咧着这个。门蒂斯先生对这个鸡兔的解释吼，他伊感觉不对劲呢，伊比起来票，伊安那讲嘛，伊安那讲的，伊讲，中国人生产，中国人生产，美国人消费，我看了之后来笑，伊讲吼，中国人赚钱，美国人借钱，你听有意思无？中国人在赚钱。美国人救济，救济免停啊！就是这个模式。这句话哦，你若较假，你若听，咱这上好你就听有啊，看有啊，你去看无？伊讲吼，我愈听愈唔对呢。这个模式哦，哎，定义是讲中国人啊做奴隶，美国人当老爷，睡啦。这就是的啦！哎、欸，咱若讲迄个鸡兔，拜托台湾家己鸡水，中国人做奴隶去做工去赚钱，啊，一点仔利益，未歹呢。啊，刚才迄崔亚明的迄个 H 法马英九，那是中华民国甲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的啦。迄咱会当承认，会当免承认。啊，对咱好的部分吼，哎、欸，啊，记起来。啊，若歹。你大概我查，所以你讲话哦，所以你讲你，所以你看报段哦，你也真济啦，人伊看准，看得很清楚，啊、哦，什么样叫基础？所以你咧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有好处有坏处呢，我一点是健康的。你讲话哦，你讲话，咱为着加入 WTO 啊，咱的农业啊，叫怕死，那就是。坏处啊！咱若甲日本两个国家来连，我甲你讲吼，踢倒全世界。咱的生产，啊，日本去替咱生产迄个污染的迄个工业来给咱，啊，咱太高啊！啊，咱一粒奶子哦，卖一千块，无落标啊！你看，你看台东的，我迄天吼，我去咱台东吼，我食着迄个啊，都食起啊，遮大粒嘞！一粒囡仔的头遐大粒啦，无粒骨较大，我食袂完，一粒食袂完。哦，厉害！台湾的生产是惊死人。所以呢，伊讲吼，伊这人去问啊，去问遐中国人，伊讲吼，凭什么我们中国人呐、啊，天生要为美国人打工？我们自己不会消费吗？中国人真正是苦，食的是臭。挤出来的是牛奶，他都快泡泡屁股了你。
这不是我写，这真正迄个上下叫做代训文，有人名有姓名。你若去 Google， 你若拍代训，代是迄个戴帽子的代，训是迄个小林训迄个训。一个九，一个日，一个怕，一个看迄条。哎，下来呢？哇，足水的，这样就是，含死啊，就是这边来我看，你看麦。我一下看到这边我真正哭笑不得的。啊，愈受咱台湾人愈可怜啊！即讲吼，这一下，那为什么美国啊要借中国的钱？世界上有富人向从穷人借钱的道理吗？哎，没关系，就塞嘞，但是美国你也着急。我们看雷克。啊，我吼，我感觉讲吼，上这个课吼，我上啊足爽诶。中国人写一本书，我伫咧那个读，我家己替伊做分析啊。啊，伊又讲吼，伊讲啊，伊讲这个叫做，中国吼有一个经济专家啊，叫做金岩石先生啊，吼、哦。台公杰也导师啊，叫做索罗斯，索罗斯你知道吗？哦，索罗斯哈、哦、的故事啊，哦，我还不够出名，你讲好吗？完全是不一样的思考。哎，我特别讲哦，我特别讲，拿这块来思考，我不也厉害。别人讲你讲哦，哦，出名。你看哦，这个七十多岁的大富豪啊。现在是怎么生活呢？就是每一年和一个不同种族的女生啊啊发生一次的恋爱，几年哇几年，啊有协议，啊很合法，啊过来就是关机吼，美国的善良人，啊这是伊消费也那个索罗斯的消费也财务的方法。其实吼、哦，伊讲吼，这是今日美国去糟蹋全世界钱的缩影。伊讲，这就是通过美国美元啊、美金啊，变作全世界去通用啊，的这个美元的霸权啊，啊，攫取全世界的财富啊，伊就是用安尼算。这就是美国人借中国人的钱的用法。中国人的钱是安那赚来？中国人的钱是？每一年的矿灾你知道吗？煤矿啊，什么矿啊，几东西几乎有办法。环境污染，辛苦打工的钱，中国人的钱是带着血的，但是美国一借就该借去啊，刚刚索罗斯那样子，很巧啊。咱美国人，咱是算黄种人。真正白种人哦，一生呐，但是咱嘛拄拄嘛有一两个较巧，真在座拢真巧，对不对？对。啊，你袂晓拍，你拍你哦，拍拍太白种。你听巧，我来肯定是讲的。所以在座各位要来做咱的台湾民政的行政官，我感觉绰绰有余。你真巧，但是因为过去。威权式的压力，互你唔敢表现出来。唔是讲现出是台面上，遐中国人，遐种咧做部长，啥物汪科长遐，啥物帅，我甲你讲是讲伊是精英，笑死人，伊是精英，伊绝对唔是精英啦，我无甲你讲。所以你甲看吼，即嘛过来，佫伊嘛是，伊讲吼，伊讲。美国人是要怎行钱呢？伊讲吼，伊要佫加上伊的判断啦吼，伊认为美国欠中国人的钱吼，是永远不会再归还的。答对了，我嘛认为不会归还的，因为最至少吼不会等值，等他的迄个价值啦，平安啦。伊，迄是咱蔡总理讲啊，欠你偌济？三亿哦，我印六亿。印六亿了，再还你三亿啊？啊，迄三亿就变作产剩一半尔，啊，若佫较强的啊，印12亿，印13亿，
本来是咱买一栋厝，再买一个干妈城。啊，国民党是安尼，甲咱同款啊，伊用4万块换咱一块地，对无？咱一块，啊伊，咱迄4万块换同款啊，伊你算一套啦。所以后摆吼，咱来进钱的时阵吼，咱来印钞票，迄个钞票叫做正台湾，正港来台湾钱啊。啊，这正台湾吼，普通的老百姓吼，一块等于一块美金啊。啊，那中国人的钱吼，4万块。好呀，好呀，好呀，啊，他来用不平等了啊。跟你话等值，你就欢喜。中国人得4万块一套，人安尼啦。爱看伊迄钱的来源啦，爱看钱的来源啦，卖安尼啦，卖讲啊，那个4万块一套哦，啊，你真可怜来，人安尼来，因为中立有讲哦，我心胸很大。对不对？看伊钱的来源，好唔好？啊，这来源在啥？咱的发布爱去处理，发布该鉴定。不过咱发布足重要，迄身份证哦，涉及啥物件不行。发布咱一个人家的，我爱甲各位介绍，咱头前在丢官，叫后摆慢叫丢官啦。咱酒店大家办一下，嘉义酒的。啊，爸爸，台南酒厂，你嘉义，台南酒啊，住伫嘉义的何所长。伊的台语讲啊，足好个，啊，台语的故事搁较好。好，伊定定拢会听着，我拢定定听着伊讲的迄个故事吼，啊，拢非常有水准。不过是咱的迄个叫做体育大师，潘志平，这边继续看。啊，咱做迄个衫哦，拢是伊咧做。我嘛唔知伊赚偌济钱啊。伊即摆哦，足欢喜讲，哪有人机会8万块就我遮呢？我里边很热，机会一定甲你讨。你绝对会了钱，你无法度赚钱，好人无错。会唔会讲哦？爸爸要出国。后生体会一摆，爸爸也会一摆，查某囝也会一摆。哦吼，但即款的后生甲查某囝，我加生几啊？过来，咱的宜花庄的副州长啊，潘志宏。潘志宏嘛非常互我感动啊，伊当带伫台江的，每一届都两百票我才来。啊！伊爱坐落呢，伊爱坐飞机关机，啊，佫走落来，吼、哦，每一摆落来，啊，我同款拢困迄个房仔层，啊，我来同款一摆拢交3000块的，当然这边是交，我这边吼、哦、是爱交2万的，内阁拢交2万，因为哈，咱要做迄、那个做天机坪，所以也较侪钱，所以你若想讲，你交1万好，民政府好个啊。不是啦，因为咱去年迄年吼，咱是买纳斯的嘛。不过吼，这边吼应该是会 plus， 啊，这 plus 马上就要开迄个天气坪开咧，啊，都无时间。后来咱来介绍，咱我定咧讲吼，咱上烟斗的，台中市的郑州人，郑州人这边嘛有代表咱民政府吼去参加美日军事同盟内底。美国甲迄个日本的迄个海军的迄个联谊会，是无简单嘞。中华民国60几年也无人去邀请，民进党40多年也无人去邀请，邀请啊。所以，甲拍手，甲鼓励，都来。不然呢，咱代表咱台湾民进会民意的参议长张文彦，张教授。张教授哦，也是逐届来的。他年纪比我较低一丝仔，但是哦，逐届来的。啊，这边哦，内阁你交2万哦，伊第一个交的。害我煞毋知影买安怎才好个，我都因为送你个，无啊送者拢无钱者，所以我无都搁送来，歹势吼。哎，即摆我无送，我来，有人讲甲讲，啊，我用迄件甲你换迄件新个呢。哦，太过分了啦哦。你食好心随人拍，过来呢，来新竹区的州长黄长顺，
也十万哈，一里边十万一里边，因为不过哈，十万我知影大家拢无伫练嘛哈，啊中国人练，但中国人练无比伊较好啦，所以台湾人哈嘛是有杰出的哈。杭州站，这位杭州站比较济。后来咱来请咱的，咱的国王啊，关祖英哈，来国王来，福州站。你这边去日本了吼，你刚刚我每一年都要去，那为什么？日本人对我们原住民好好哦。高沙族义勇军烈也，哦，全世界部队拢惊因啊，美国嘛惊的。伊一个去吼，迄日本人看到高沙族哦，吼，大家都足尊敬的呢。听讲有私底下啊，有滴很尊敬，对不对？有嘛吼，很尊敬。啊，不管咱听人讲哈，二十四，这个昨天、前天哈，前天的时候，咱伫这迄二十四人的迄个会议中哈，咱查一摆哈，啊，再来个州长啦哈，带十几个啦，因为咱无伤远嘛哈，啊，主要的这干部哈，啊，有一边的聚餐，福州长，伊利用这个会议哈，全台湾所有的原住民一个一个去甲看。你讲你讲伊讲啊，发展的啦，讲袂落。你讲哦，伊看到原住民的生活，国民党这么济年，无改改善啦。所以伊嘛讲哦，希望民政府后摆民政府一定爱照顾原住民啦。伊讲咧开的时候哦，大家嘛讲，我们一定会照顾原住民，51万人尔尔嘛。但是50万人受到国民党的错误的教育，啊，做唔对的教育，因的头脑甲现在无得改，但是咱要原谅啊，这是一个教育的过程。所以，民众若接到权力啊，无管啥物款的原因嘛，咱特别爱提升、爱变好伊。伊若生一个哦，可以补助100万，好不好？不用去生啦，生到120万米起来，每当超过哦，超过没有补助哦。后来吼、哦，后来就是咱即摆吼，执法很公正的，那个迄个啊，做法制部的部长，啊嘛台北市的州长曾静元，伊足高个，伊本来是。树林地检署的检察官呢？以前我拢唔敢讲，咱遐个开来检察官吼，伫咱内底我唔敢讲。但因为伊讲我要加入民政府，我不爱去做啊，我要死，我要来做律师。好简单呢，迄个本案是中华民国内底，感觉是根本案嘞。伊人犯错嘛，袂当人袂使家己抬头嘞，伊是去甲迄个。侦办阿扁的迄个特征组啊，侦办，是啊，过到这个就蛮好，迄个是啊，也侦办过人家，真人真事啊，有正义啦。啊，过来呢，那个那嘛是真缘投的蒋维文蒋教授，好拜台湾的靠腰爱靠伊啊，啊，好拜台湾靠腰。这个教育还要依靠你。高雄州就比如刚才有代志。哦一直渐渐到今日，伊嘛同款嘞，伊为美国转来，啊，不顾一切，迄个时阵吼，咱讲这个时阵吼，敢有人敢听？唔敢，夭寿哦，带你美国旗搁挂较悬。我伫迄个五号一路啊，
迄个美国旗挂真悬诶，甚至咱诶迄个副州长，诶、欸，咱诶副主席啊，潘良华，伊甲我讲吼，因为遐经费叫是我做传销诶，伊嘛是赶快变人对个钱嘛。遐人啊，听遮论述啊，拢无改变。所以我真有自信讲吼，我们会成功。你讲对不对？对。起码哈，我讲对了。哦。我不是普通，真正。哈哈哈哈哈！是啊，刚开始啦。哈哈哈哈哈！班长，班长。美国怎么还这个钱？美国是不断的借新钱还旧钱，所以业绩底下的轮回，就是借中国的钱，搁还你，啊，中国是愈少愈多，啊，一直还，还到尾啊，美国呛一下，伊在印钞票，印钞票啊，你要还啊，啊来还，本来一块的全部给。所以你较想嘛唔对，啊，这个你讲哦，表面上看起来哦，美国还不错啦，不断的在还中国钱啦，但是实际上哦，美国是伫食咱台啊咱中国人的肉呢，啊是伫放高赛给你呢，你通货膨胀刷了钱，佫开始贬值呢，好聪明，好聪明，真正足聪明。所以我也希望讲，咱台湾后摆咱的内阁内底吼，有这类的学者的思考。我是今日，当然我明日还有课，我才敢讲这啦。所以我是感觉讲吼，中国人不是拢歹，所以我有讲吼，中国共产党到今日，他咪讲伊无台湾台湾，咱甲中国是要保持什么邻居的关系？伊若卖还咱，咱嘛袂干嘛？伊若卖甲咱欺负，咱嘛袂去甲听。当伊若欺负咱，咱就投美国。咱就讲哦，伊甲我拍，爱就伊甲拍。啊，这边啦，用方法啊，用换币啊。嘿，台湾吼真好嘞，最近出名嘞，感谢上帝。帮忙台湾，伊讲吼，美国无可能真正欠你钱啊，所以美国卖这这地方卖吐出来，所以上台吼，伊讲伊判断美国卖欠钱啊，啊，这个金元石博士啊，啊，讲另外一个故事啊，来证明伊的推论啊，伊讲啊，有一天啊，巴菲特。在一个经济学家甲美国政府官员参加会内底讲，伊讲哦，美国的经济哦，诶运转就是讲不断诶借钱，啊一个美国小孩甲问啦，然后哦，这段作数表，一个美国囡仔吼问啦，伊讲哦，巴特爷爷爷，你这辈子借的钱呐、啊，将来是不是要我们去还？美国囡仔甲问啦。你知道巴菲特怎么说？孩子，好好学习，让你的孙子替你们还。
阿伟。那我们就看看未来美国孙子是怎么样对这个天文数字的钱来还给我们。这个壁画简单了就会还现在就漂亮，实在不要不要多一点。所以这些门第师哈，这些干的时阵哈，伊也回答讲，伊对这个问题质疑，伊讲吼，当初啊，美国欠英国人的钱，就是迄个要独立的时阵，美国要独立的时阵啊，欠英国人的钱，美国将英国甲打跑了，甲拍败啊，迄钱才回。免理，中美国慢慢不欠过荷兰人的钱，我们也把他打跑了。现在我们欠中国人钱，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是8000万跟8000亿的不同。所以我跟你讲，美国跟中国一见钱，不行钱啊、哦。解决就好啊！我要行李才赚钱啊！我不如发动一场战争。你中国袂堪的，所以，战争是美国甲这个中国的代志啊。台湾呐、啊，行关山看马桥，咱起来阿里山骨架。所以伊咧讲哦，伊讲哦，我听了这些话哦。我都笑不出来，一个黑帮老大就猎奇，他带着打手、枪炮、大狼狗，一起的又干又瘦的小老百姓，你敢跟他怎么样？你能要得回来吗？所以，以关于保护咱中国的祖上一切承诺啊。用你一听呀，简直像是就是像放狗屁一样。我们中国已经没有这种指望，因为中国人不疯，美国可以让露出带血的狗牙给你看看，你要钱还是要命？啊，把拍手，大家笑各位，各位。这是今天美国跟中国的现状啊，不是我们说的，咱的分析你没听听，你说那个 Roger 你自己说的，你秘书长自己说的，不准，中国人自己写的，你可以相信吗？绝对相信嘛，对不对？哦，正好写文章，我中国现在是面临第三次被瓜分的危机了。礼拜你讲的哦，区块链是几项代志？伊讲吼，美国最近啊去扶持企业一寡中国周边的国家拥有核武器，以后会不会策划一场对中国、印度和亚洲地方的核子屠杀？反正印度人嘛是人足多个，十亿个。啊，美国现主席伫亚洲甲这个欧洲的边缘地区啊，都部署了反导弹系统，就是惊这个反导弹的核系统啊，飞去亚洲以外的所在。亚洲是世界人口上界稠密的地方，嘛是西方文明啊很难彻底统治的地方。所以你讲中国。将来不是属美国西方利益，特别是美国的利益，试图维护本民族的独立，所以中国就必然长期会被西方的集体孤立
他意志，讲咱正好。所以你讲，一百年前英国的经济危机啊，彻底的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直到八十年前，诶，1920年、1929年的时阵啊，美国的经济危机啊，世界和今日同款陷入巨大的金融恐慌，因为最近啊，真正欧债发多平，啊，这个世界经济啊会崩盘的时阵啊，进入大萧条，那是讲1929年。所以先是头前的两年，日本占领中国的东三省，啊，这个选择以战争啊来拯救经济的国策，听无？欠足侪钱吼，我都行咩啊？战争，我欠你钱，我都行啊，甲你拍，甲你拍败，你就免做啊。啊，所以伊现主是美国的军事武力，甲中国的军事武力，我都战。所以你人看讲中国吼，伊真吓，伊心虚的很，伊敢敢咧吓吓。所以每一摆，中国来咧呛声南海的代志吼，拢上台足大声。老尾拢无，老尾拢吼，诶、欸，孔子讲啥？啊，邓小平讲啥？反正就不爱拍就对了。但是讲话拢足大声，迄中国人。所以后摆若中国人国讲啥，你们笑笑就可以了。民进都无咧惊因啦，咱有法律，咱这个法律吼比核子弹较厉害。我无骗的，而且核子弹是上对，美国甲你全世界强权国家做伙做诶。我都提炼核子弹来对付你们，所以呢，台湾足安全的啦。所以呢，伊问中国吼，无实现工业化，啊，无亲自经历两次的世界危机经济危机啊，经济危机啊，会导致世界大战啊，啊，无直接被记忆啦，就中国人无记忆力啦。所以呢，对眼下的经济危机啊，会当导致什么物件啊？中国人到今日还是搞不清楚啦，我来讲。所以呢，但是这边的金融危机啊，就这摆吼，这摆迄个好就这金融危机吼，会导致战争的话，伊认为啊，认为讲这是一摆，搁再另外一摆新的世界大战。二十世纪啊，喊了多少次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进入可能比21世纪啊来爆发。中国人一丝仔都无想要战争，无想要和美国对抗，但是美国费尽心机啊，折腾中国了。他真牛，赶快一丝仔都无爱和老虎对抗，但是老虎总是围着牛啊，又吼又抓，还不时的咬一口。小布希总统上台，对中国啊咄咄逼人。奥巴马上台又对中国展开不动声色的合围，眼前来看、啊、美国生怕深入啊，就是美国那个深陷这个做金融危机啊，不好好做自己的事啊，丢家己的金融机构和这实体经济啊，啊希拉蕊和奥巴马到处穿梭啊，忙于包围中国，制造14吨的超级大炸弹啊，我们中国人实在想不清楚。他们要做什么？要做什么？要做什么？很简单嘛，无你去吓着，你也吓呆了嘛。伊即嘛吼，所以迄个92共识嘛，就是美国甲中国讲，你最好制造一个平台，和中国国民党甲你中华人民共和国会当有一个台阶落。所以我昨有摕迄张文互你看，哎，中华民国1992年11月6号。诶，那个《中央日报》发表，马英九不承认92共识。我相信真少人有法度保存迄个资料，但是也会当保存尔啦，咱嘛拢无人去保存。中央日报的，含迄个报道都也会去发布。啊，这是表示啦，美国非常去注意台湾的经营啦。所以呢，咱无注意嘛无要紧，因为美国在替咱注意啦。咱个人啊，坦白讲吼，照美国讲安怎行，咱想看卖对台湾有利无？啊有利，咱就甲行；啊若无利，想较慢，较巧咧。总结一句话啦，我以台湾国安参谋
联席会议的执行长，我跟他讲，台湾绝对安全，中国绝对未怕中国，未怕台湾啊。我讲中国呢，我讲未怕中国，我中国未怕中国嘛是对啊。哎，无啦，迄不要紧啦，我无讲迄两字啦。我若讲迄两字吼，我就真正发一万块。但是你好，你敢讲啊？我来讲一句。来，半道要哎。我开始，我上网找，我上网找，我开始来调查一下。因为咱秘书长讲，伊做一个真好的经济理论，伊讲有问题。就是讲，迄个 GDP 的组成吼，是有迄个工业产品吼，军事工业产品，普通工业、制造业产品，甲初级工业产品，中国就是拢做初级的工业的产品，所以当然伊真强啊。你讲较高端的、高阶段的迄个高科技的，还是讲这个较高科技的机械的产业吼，啊，甲这个咱的材料工业，这种是。军事工业的基础，啊，中国的缺点就讲，伊所有的工业大部分拢国营事业的，国营事业咱食公家效率足歹，所以无法度做足好个。啊，你有时拢民间呢，我国防部吼，怎啊发包互你做，你甲做出来，这个物件要来，你甲做出来，我愈偌济愈偌济，吼、哦，这个物件就是讲叫做叫做国家对民间的采购，吼、哦，这足重要。啊，所以民间哦，就利用啥？利用大学教授哦，认真做研究。啊，是安尼讲，美国足侪大学教授拢需要研究生的，特别是博士学生来做些助理，拢是一流的。世界各国一流拢伫迄个所在，伫读册啊，做研究啊，研究的成果都是交的啥？交国防部、交相关的产业。那是看咱看足侪的迄个 GM 吼、哦，还是讲迄个在做真正高炸弹的做战车行迄款的一个算车行啊。剩下伊嘛是做国防产品的物件。我伫联合国先生写信，阮有一个实验室伫迄个 DC 的华盛顿 DC 的边啊，完全是用一流的科学家伫遐做研究。所以伊迄个高科技甲国防工业的产业哦，是非常的惊人个对个。哦，啊，这是第一样我补充个。啊，然后伊讲，咱今日即个文章内底讲哈，讲索罗斯也是讲巴菲特，伊即个物件拢借钱来发财。这就是啥？就是发财，因为通货膨胀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物价上涨是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的现象。所以你若平均啊，物价上涨是3%时，利息你借钱的利息啊是1%，就大家借1%来，啊来赚钱来还，你就绝对赚钱的就对了。你若是要赚2%，你赢，因啥？你借100万。哦，一年你一年后的时，你行100万，但是伊通货膨胀呢，若是3%的时，你行的唔免甲100万，啊知无？啊，所以讲是若通货膨胀是10%的时喏，你行才剩90万尔，安、啊、知意思无？这就是现实的问题，哦。啊，所以哦，即摆面临一个真大的问题，就是讲美国昨个自由时报头版新闻有3件拢足重要，哦。我昨昏早起来，透早，把我囡仔围起来，讲来这3篇拢来读开，咱大家来讨论。哦，第一篇伊是讲啥？讲美国去制止 QE3， 伊 QE1 是发生美金一条7500的 ，QE2 是发行迄个6000亿的这个美金，啊去买回伊的公债，啊所以就放这个现金入市场，入市场的时2000-3000亿入市场了，那是迄、那个。那你货币流通速度呢？来三倍来讲，哦，3.0的时候，伊就已经6-7条的美金伫世界的市了。啊，所以即摆你看，伊即边讲要 QE3， 不管伊偌济，过去若是一条的时，啊，然后即条若三倍时就三条伫世界的市。所以我们才讲后尾的股票拢起，就是安尼，一起就起。但是即摆摆的啥摆啥，对中国来讲，头壳摸得烧。有可能更严重的通货膨胀，底下讲以上人民币升值，但人民币升值的时，伊工厂绝对爱关掉，哎嘛，像日本安尼走入旅歇性长期衰退的情形，这是理论上会当讲的通，当然，那有机会，咱若是普通行政班的时候，3个月课程，咱有这个课程来讲者，
吼，会当讲理论嘞，吼，讲一寡吼，迄个什么会写效果啦，吼，啥物件，即拢会当讲。第一，按照是，我要补充了，按照人口理论、人口理论，马萨斯1830年代、1820年代，马萨斯参李嘉图的迄个理论战争的时候，马萨斯写什么？人口论 ，on population。一共哦，人口的成长是什么？哦，一共哦，植物的成长是算数级数，1、2、3、4、5、6。人口成长是什么？1、2、4、16。安尼去哩呢？哦，几何级数一直去，1、2、4、8安尼去哩，哦，一直去。啊，所以哦，咱做同情关注民，哦，关注民本来100多万，啊，咱呢，另外面我即款来查了进入来个这个所在。人算哪哪少，想哪哪少，生活条件太歹，哦，娶无某，所以死也死，活都过再生，所以出变50多万。所以咱参多少同款，吃同款的生命，才是足当正咱关注。我来看了关注的哦，我来讲体足艰苦，因啥因吼无法度受，无法度受好教育，因无钱，哦，无法度过好的生活。哦，咱已经做奴隶的时，咱比较上咱下无做诶，诶，后裔因为住伫平原，平原地带，啊嘛较敢跳。我属于足老实，足高义。我这个1972年第一遍去做农业调查，哦，去到原住民的所在做过农业调查，真是家家户户看先哦，我拢会泪目屎，拢足艰苦诶，住伫破厝，破家家，破家家。爱犁田的心无钱通食饭，有甲袂了。十个人拖犁太太，吼，早人调兵换迄个犁安尼犁种田。讲殖民模式，台湾嘛去换殖民模式。我也是伫华人甲台东时，看完全迄个生活，我爬伫高山去访谈，因为我无法度选择迄个样本，我是伫台北先抽样好势，而且人挨家挨户最地址去甲因。跟访谈，安尼看了足侪关注别个生活，足艰苦，足艰苦。所以我伫鹿野乡的迄个农会吼，演讲时，农民节我演讲时吼，我徛起看拢关注别安尼，黑压压的3米8，做甲要死的，我说讲袂出来，会讲袂出来，足感慨，足感慨。所以我今日我咱长做一个先吼，咱吴组长迄个甘心啦，伊为关注别咧奔走。伊吼就甲那甲业务的先吼，哦，我咧南南北北安尼走，遮快范围安尼，人人走走甲安尼真忝的吼，所以咱实在是哎，再度鼓掌，来鼓励一下，多谢大家，我做这个工作，多谢大家，谢谢。特别小朋友以前吼，我知影啦。特别小朋友以前吼，我讲一摆，你的结业证书。你家己白写，啊写唔着你家己负责任。交去楼下，以恁明仔载要离开以前，我们会把它再度审核，啊了会发现你。这份就是你的就职厅长争取的证明文件，就是后摆争取要做咱民政府的公务人员的一张证书，希望你好好保存。咱你。等下吼，咱会甲伊用口碑吼，会甲伊创啊真好啊！啊，所以这个中昼食饭以后吼，一定爱交倒转去。吼，啊，若有写完唔对的，凡是写唔对的吼，虽然足不情愿甲你换啦，因为写唔对，我无甲你换袂袂使啊，对不对？但你唔通写唔对，我若写唔对吼，爱罚钱交你的酒店。来，好不好？好。敢讲的吗？好不好？好。下面就跟你负责啊。来，过来看下子。起。立正。起立。楼卡永春。